超级自由落体，啾！怎么样？咦！给你们看看我可爱的袜子。咦咦咦！我是不是很淘气？啾！欢迎收看阿元时间，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元，水源的源，金元宝的源。是的，又到了。喂，哦，哦，好，五分钟是不是？好，好，拜拜。今天不是阿元时间，今天是 Vogue 的少女宅在家的一整天。我就是少女，我就是少女，我就是少女。我们来好好的迎接 Vogue 团队吧！噔噔，已经在拍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补一下，我补一下就好。虽然是少女，但是容许我补个妆。这样不会太真实吗？让我遮一下，快，很准的。我是不是更美了呢？让你们看看我有多漂亮。那我平常在家呢，一个人的时候都在干嘛？当然是耍废了。当然在体能上啊，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拉筋伸展啊，然后在边看线上漫画的时候也会稍微动一下。当然还有最最最重要的是，我必须在交稿期限内交出我的插画。不如我就来画一张极快速的自画像吧。我有一个超级大的鼻子，啾啾的小嘴唇，还有略有光泽的头发，还有可爱的腮红。好，就是这一幅画献给 Vogue。今天少女宅在家一整天，少女我本人，这就是我的一天。无论是耍废，还是拉筋运动啊，或者是漫画，甚至是插画，这就是我充实、美好又亮丽的一天。无论你有没有失望，或者是你觉得很新奇，希望你都很 enjoy 这个影片。还有你们，我亲爱的 GoPro， 我怎么能够忘记你呢？希望你能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拜拜。